当你知道你的欲望能够借由 AI 去完成的时候，会不会那个欲望就被无限的放大？因为它都是出自于非常人性的欲望。婚姻这件事情，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永恒之戒来维系？你在那个世界里面，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的。人类是矛盾的，希望这个世界是有科技的，但是当它超越它的时候呢，大家会担心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本周五晚上10点连播2集 Q18 量子预言。